大家好，我是查皮，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我们的 SMBX 攻略冲刺系列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应该是第七集了吧？那对啊，好久，对，我们进展的还算快。然后上一次我们打完的那个40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进馆子。然后抱歉啊，你们看到前面的路都已经开好了，那是因为我之前其实这一集重录了一次。啊，可是结果我忘记有放一些录音，忘记录音了，哦，非常的衰啊！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关子酒之后，过完酒之后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进去前面这个馆子，然后就可以去打库巴了。我们就来92吧。我看92很讨厌，我91一开始有命，可以。这边就进馆子了，然后这边非常的点，因为这边实在是太马里奥世界，然后而且在我观看不觉得有点胡乱吗？像我之前玩这关也是这样想，然后我比较想要进中间这关，然后就顺着管理跳下来就好了。该死的妹妹音，居然被音了，算了，获得一命，获得两命。死了一命，而且还有13命，然后怎么一开始就狂死了？啊，我忘记拿命了，哦，多血！看，有，就完全溜滑梯，这感情就不知道，到永远都不知道那上面月亮到底该怎么拿。贴到眼睛走就好了。然后接着呢，其实我们有另外一种选择，我们可以这样子游上去之后，来顶这个蘑菇，还有顶这个蘑菇，还有休息。好，我的休息啊，不。哎，算了，错了笨蛋，就要游戏场上地面游戏就不要这么紧那么那个嘛，真是的。OK， 然后接着这边你只要进，记住只要进个有点粉淡粉红色的管子进来就好了，然后接着你再进个有花的紫色管子里，然后这关你大致上就过了吧。因为后面的关卡你只要不要再犯错，其实这关就过了。OK， 然后接着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打蘑菇，好聪明哦！拿龟壳来拿蘑菇这招不错，这边没什么用了，然后接着又跑来一个黑道也有电池，然后接着进管子，进完管子之后，我们这关大致上就过了。Yeah， 我喜欢这样。OK， 那这样子我们九之后就过了，然后就有前面就会出现一个新馆子。OK， 就这个，然后就进馆子，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来打第四大关的小库巴小城堡。哦，不错吧？然后接着首先呢，哦，进错馆子，吼吼。看游戏托管直接也太直接吧，哎呀，太欠扁了。反正你进来这一关库巴，你只要记住，永远都是进第二个关子，永远都是进第二个关子，不然你会很惨。不是说很惨，就不然就是你会过不了关，其实很惨也有。OK， 那这边就会掉下来，然后钱就被堵住了。我看看。然后接着我们依旧会过来这边，铁锤兄弟这边啊 ，OK， 我记得最后一个是道具吧？哎，哦，没有，啊，受不了。其实你要进第一个馆子都也 OK 啊，
是吃一点钱之后，你还是可以回到原本选钢卡的地方啊。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所以我们还是进中间这个管子就好。接着进中间这个管子呢，你要一直进钱，这是为你以后铺路。以后我们还会再进去一次那个管子，那接着我们就可以走这条这现在铺的这条路了。这是蛮深奥的一个道理哦，更点子。算了，最起码我知道我还可以再去拿一个木。就我刚好忘了，对，我刚好忘了。哦，对，这只红龟是有用的，你仔细看啊，各位仔细看，因为有只废物。呀，有没有听到声音？原来那边才是火花的所在地啊，所以那只红龟可以帮我们杀掉一只铁的兄弟，也可以帮我们拿到火花。哎，这太剥削了。难得我第一次进展那么顺利啊！啊，升不上。起码我知道我快要过了。我觉得已经有点摸索这一关，虽然以前玩过，不过太久，我大概已经有快一年没有玩了吧？哎，对啊，大概也快一年了。哦，我刚刚不小心把那个乌龟给用死了。哦。哎呀，不错，这就要开始铺路了。其实你只要顶那种，好，各位，接着会有很多那个箱子来诱惑我们，像那种岩，像不是岩浆木好像。然后别被他诱惑，那些箱子却什么都没有，除了钱，还是钱，应该吧？因为我根本没有，我只有用过一次，好像是钱啊，是用乌龟用的，应该是不会有人笨到去试顶那些的，那边怎么顶啊？太可怕了。接着我们把这边路铺完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我们待会直接用跳的，反正然后再进去，我们就会走到刚才这里了，就是。OK， very good。你吓到我了，先把它抬起来，拿着。跳过来了，挺酷的，不错。好啊，这边显然是没有道具的地方，很讨厌。我希望现在马上拿到道具。我希望现在马上拿到道具，也不是这种方法吧？天哪！反正这种是十常八九嘛，为什么你要给我上个吊？OK， 这红龟不要再把它踩死，这是让你幸福的最佳道具。哎，还是被你给赢了，真是臭人性。我起码换到火花。一样，其实我们只要顶一格一格就好了，缺一格没关系。啊，放住住。对，像这样子，我们只要其实一般来讲，其实只要顶堵这样就好了。哦，这边基本上是根本不用堵了吧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相信我自己说，我完全不要堵。那边是大变形兽，有点奇怪。不过这边一定要堵，因为这边你看上面压住你跳的地方，所以你一定要堵。
你就按这上面的孔明，你也没办法直接跳过来这里吧。OK， 先这样好，然后再进板子，继续进去。走我刚才铺的路。OK， 刚才没有杀死大便，现在就会出来了，所以最好是把大便全部杀死之后再走。哎，不错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我现在直接过来了。有声音吗？哎，有干掉了。OK， 现在只要不要被上面的干掉就好了。OK， 哦，太棒了 ，very good。然后接着这些管子一样，都是没有一个可以进去，除了最后一个万年的库大库吧。在讲废话。OK， 这个库房很简单，如果你不怕死的话，就直接像他，好，简单。如果你真的狐猫，一定要打死他，然后不要伤害自己的话，你就慢慢打。我个人是不想要用这种方法，我只要这样就好了。哦，问号。其实我刚才那招其实应该很多人都会，应该大家都是用这招吧？你只会想再花时间去打的话，接着我们就来到这个四只问号。那这个四只问号非常的烂，因为根本就是假关。你如果不信的话，我顶个下给你们看。你看看，完全怪物。然后这个你绝对不能进，因为这是一个陷阱。如果你过了之后，它又一直往前走，就你就掉下去就死了。所以你要进来这个关。然后这边一样顶出来都是怪物。哇，居然死在这里。跳啊！然后虽然我不知道这跳对消防什么用，好像没加密，所以就没什么用。OK，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来过四支舞了。四支舞也是非常的奇怪的一关啊。这边是直接进去，然后这关各位应该蛮眼熟的吧？因为这关就是之前我们是狂死的一关啊。哎，有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哦，别。然后就这个，的声音，那只是那个我不知道它叫什么，好像是蜘蛛啊。然后它要打三，如果你用火球射它的话，你要打它三下，哦。OK 啊，哎，上面看吧，跳。这边有个很好用的方便，还有来这里，哦，狂射火球，这个爆开，啊不，然后我再要去搬重一点，我现在又对了面，啊，还是被逼，全部去死，我希望能够感受到重点点。哎，为什么死？为什么开始？哦，全部重来啊！悲剧，大悲剧。哎，我这是没有被压晕。呀，
我再去拿那个方便好了，就这里。真的蛮方便的，全部都是石的，全部都会花皮。哎、欸，偏偏我刚才才坐上去，刚才没到去的时候就偏偏没坐上去，就是也一样，全部都把它杀光。然后上面觉得不去，上面是很讨厌的，然后就过去下面。然后接着，啊，还是这个比较好。太爽了！哇，都会花题了。哎，太贱了！哦，不，我刚好帮他蹲点了。哎呦，哎，可是这样我就没有带那个方便好友，变成这个比较差的这个好友，其实还好啦，差不多，只是我比较喜欢吃。是不是奇迹式超过那个？哎、欸，居然没有死！哇，我居然反而被那个回来那个杀了，太过分了！不可以这样，这太轻松了。哦，完掉了，这多爆了，多爆了！放进去的深渊里 ，Oh my god！ 我现在命搞不好最后一点记忆都被消耗光了，被射的特色东西的人全都没有射，反杀，连杀，枪，不，到现在都还没有。这样我就飞不起来了，不过这边飞应该比较好。好几次还好紧张。哎，怎么一直打不死啊？再玩一关好了 ，OK， 就是这关46了吧 ？OK， 就快要到我们之前攻略中断的地方，然后这关是要拿这个解决兄弟，那大概跟他有印象，来啊！我这关讨厌的地方就是这铁人兄弟可能就直接死掉了。啊！为什么你们又直接跳进去啊？我以为你会直接跳进去。然后再去翻翻看其他，在那边好了，那边我记得那边应该有个道具啊。我们去把那个再跳一下。为什么没有死啊？哎、欸，而且为什么他会站在那上面跳？太瞎了！为什么我听讲话我就死？不合逻辑啊！在5秒内死了2次。
这些 blue 的 balance 肉肯定很帅，我让你看。哦，你我从十几命被死到只剩四命了啦！我只是想过这一关啦、有错吗？有错吗？对。全部都是铁的兄弟，不过这样也好，没什么。我发现了，我发现在炸弹旁边的通常都会晕，被炸弹炸死，因为我是引爆炸弹的，所以照来讲，照出的人是我爱的人，就是了。拜托，我现在要跳上去我就死了，你们可不可以为我着想一下啊？原来是偷射我，哎、欸，那你要我怎样？现在你到最后面，你就通融我一下吧。什么都没有吃啊？你要尾巴吗？不、哦，别以为你是这样，好吧？为什么不跳下去？哎、欸，我刚直接跳过去，你就会害我死啊！我不跳，你现在又害我掉下去，好烂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直接跳过来就好了。好啊，我错了。太多了，剩两命了哎、欸！哦 ，My God。又爆了！哦，在。哇！这个先等他们全都下去自杀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放你啊？嗯。不是他们自己先找的，我们其实找名誉。炸不了上面的，为什么死了？把我烦的，你看，为什么？我这边挂那么远呢？哦，反正我现在只有一命靠到蹲一点东西了。哎，
大方便。哦耶！我看到味道绿箱了，哦，有道具了，全部都给我绘画器的，烦死了。所以只要小心这些炮弹都行。那只要小心这些炮弹就行。没来啊！跳！哎，我跳出来。我走。没了。哎。哼。还好这边还有。哎，方便好用。哦，会让他夸张一点了，因为我发现我太过紧张，难怪我刚才那些都过不了。我刚才应该跳过去，下面跳过去，我应该是我太过紧张，应该是这样。我一定要过，那我过吧。哦哦啊，耶，是啦 ，OK。那我们今天时光音应该就先到这边结束哦。下次打四只海盗船了，还蛮兴奋的。那我们这集的时光就先到这边结束了，各位，拜拜，哈哈，拜拜。